一样是到膝盖上的这样子。或是春天没有那么冷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拿来当小外套穿，然后也可以搭背心，没错 ，OK 的，是的，因为它搭高腰裤很腿很长。哦，对，现在搭算高腰吗？算是中腰，中腰。但是我在搭那个落地窗那个什么细跟条裤子，搭起来腿很长，搭起来腿很长。它就是比较短一点，但是像别人喜欢小白穿这件，拜托，有包没有也可以，我要买这件，你要小心腰，我要让你穿这个，我要让你穿这个。哦，腿看起来会很长。对啊，对耶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。然后搭那个休闲鞋，嗯，很好看。然后我现在上下面穿的是那个啊，高领的裤子，高领的高领裤子，大家有高领西装裤，然后这件我就配型，配上还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它是刚刚有人许愿想要看张张穿这件，但是真真要试一试，就是因为它这件头围有点限制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试试看。好的，它有这三个颜色，对，它三个颜色就是 Kony 的自由款，来 Kony 自由款，就是身为一个 AB 老爷裤子达人，达人自称达人专家，自称专家，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非常热爱这种裤子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吧？我这一系列裤子非常多非常多，不同的颜色，对，然后不同的老爷裤，他们每一件很多人都觉得他长得一样，但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不一样，他们就有自己的，对，他们就是有自己的特色。它是这件裤子我来介绍一下好了，它是主要它是这个地方，它的腰围整圈是内松紧，就是里面整圈都松紧带。那当然后面它还是有做，后面还是有做像是抓皱，但基本上它是腰围整圈松紧，然后所以看起来它是没有裤头的设计，然后侧边它是做这样拉链穿脱，那它的裤头。你刚直接掏出来，它是拉链穿脱，这边是有拉链，就是它是有拉链穿脱的。然后它的正面，因为它做像是没有裤筒的设计，但它这地方有做这样子压褶，然后所以它是有点左右不对称，它的压褶是这样斜反式，所以它是真的会有点像是那个什么萝卜裤，上宽下窄。你刚刚你穿的那个其实搭小男友的男友裤，它会再更就臀部的线条会再更明显一点，然后再往下缩。那这种裤子呢，我觉得上衣就是如果你是 S 号身形的话，当然可以像小白这样子搭比较短版的上衣。但如果你是下身稍微比较柔性整，就是你的身形比较偏 M 号的身形的话，我觉得你如果搭那种平板的衬衫就会很好看，它是非常有造型的。款式就是让你觉得素素，但其实也很有造型的设计。对，然后它总共有三个颜色，一个是深蓝色，小白手上的深蓝色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灰色，它的灰色是有混色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白身上是杏色，它的杏色也是有混色的效果。那它是西装布料，然后布料是没有什么一点点，我觉得是布料弹性，不是很有弹性的那种，就是基本款。然后后面有做这样子加口袋的设计。就如果你喜欢比较有点设计感的商品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件就还蛮推荐的。就是如果你之前都会跟我们买那个老爷裤的话，这件也可以收哦，因为它们长得不一样。而且这件真的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它长度就对我来说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不用折，然后就有那种上半下的跳。哦，上衣厚薄度，上衣厚薄度，这件是这件不是很厚，它是那种细，它是细针织，这样子它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就它算是薄针织的材质，对，薄薄的，但是不会透肤，就是除非你里面穿到很深色，像我是这个颜色，里面搭黑色的话，我现在是深蓝色的嘛，我觉得也不会到透，但它不是厚的，对，它不是厚的那种针织外套，算偏薄吧，薄料的针织，是春天薄料，对对对，会很紧吗？嗯，我穿我是 M 号身形，我的至少是合身，但是我不会觉得紧，就是我不会到觉得紧，但如果是 L 号或是手臂比较软，觉得有一点紧，就会可能会比较贴，更贴一点，因为我刚开始觉得。这个会比我刚刚前面穿的那件再合一点，但我穿起来是没有到紧的，对，但是明显比刚那件再合，对对对，所以还是要看自己身，因为它这边其实两边腋下这里做的比较宽，但是袖子的部分是比较合的。像刚刚那件的话，它就是整个是比较宽松的，然后这件就是比较合身的，对，就是手臂的地方可能会比较有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上身胸前跟腰的部分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，而且它腰部这边没有做松紧，因为像刚那件的话腰部有比较合一点点，对，所以就看你的身材的话，因为我像我自己是手。比例来说，手臂比较有肉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挑刚刚那一件，因为我腰比较小一点，我就觉得穿那个，我自己会觉得穿起来我会觉得好看。对，想看当真穿时搭小男友 A B 裤黑色，好哟，没问题，立马来，先这样。